机器的操作。本机有手动和自动循环两种模式。手动操作，将手动自动开关反至手动，启动滚压正转、液压、冷却泵，使用脚踏开关换中心调整按钮，将加工件放于支撑块上滚压的位置，踏下脚踏开关或按钮中心调整按钮，活动主轴在液压速定下进给进行滚压，滚压时间根据工件直径、材料、牙形、凭经验而定。滚压完成后，松开脚踏开关或中心调整按钮，活动主轴在回位簧作用下退回，取出工件加工完成。自动循环模式，将手动自动开关反至自动，活动主轴在时间继电器的作用下做进给、滚压、退回、停歇做循环运动，只需装卸工件即可。自动滚压时，第一个工件形成不要放掉，因为时间可能不精确。当需要终止滚压时，将手动自动开关反至手动即可。需暂时停车或发生意外时，按下急停开关。长时间停车时，需要切断电源。